协助弱势家庭哦，在彰化家扶中心所扶助的弱势家庭，未来讲那是前往在彰化中医师工会100多间的这中医诊所来看病，会当免纳这150块的挂号费用。彰化爱心中医诊所的票中，原来已经有102间的中医诊所加入。彰化县中医师工会表示，本来就针对县内的收入户甲65岁以上老人等族群提供看诊免挂号费的服务，即马又搁甲彰化家扶中心配合，提供家扶中心辅助的民众同款的优惠，希望让弱势民众会当安心来看医生。目前所有的中医诊所几乎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，还有中低收入户，还有农民，基本上我们也都是没有收挂号费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补足了所有受家扶中心扶助的儿童少年这个区块，我想中医在传爱的这个路上这个版图将更完整。彰化家扶中心指出，目前包括接受家扶中心辅助的家庭，以及寄养家庭和保护个案等弱势民众，大概有7000人，预估一年会当替因节省超过100万的中医看诊的费用。大专新闻台记者梁彰化采访报道。